还有那个市政府的相关的局处长哈，啊，大家早安哈，啊，咱今天哈是要来审啊，因为第三次的追加检预算哈，啊，今天有真侪科室的诶，这对家医生哈，啊，咱所有议员对即马是要一局来审，啊，是要有意见的提起来都好，啊来。那个，看有意见的提出来都好啦，有意见提出来都好啦，吼。好，嘿啦嘿啦。啊，恁看啊，有意见的提出来，啊，我敢着爱搁一个念吗？唔免啦吼，啊，恁若无意见的，都是照案拢通过啦吼。啊，若有意见的，咱提出来讨论，吼。啊，咱即摆先看税入有没有意见？无啊，延编通过，那我们看税出。来二至二十七页，税处、企划处、资讯科有没有意见？哦，没有，延编通过。再来民政处、自治行政科，有意见吗？没有。再来建设处、农林畜牧科没有意见，延编通过。公务处、土木工程科有没有意见？没有来啊，都市发展处、使用管理科有没有意见？啊，来交通处、交通观光处的交通行政科没有意见了。好，来我们蔡永前议员。这个处长哦，33/33，这个1,860,000 BRT 优先号次系统更新。啊，你认为即马这敢要需要？好，来，我们交通处处长。谢谢主席哈，谢谢我们蔡议员。就这个 BRT 这个部分的一个优先号制哈，就部分车的话呢，关心哈。那因为优先号制的部分车，离咱这个。剩多少年吗？对，咱就是迄个外围的部分，大概有十个站的部分车。剩剩多少年？把这很多跟那个外围的部分，就是说高铁大道部分，高铁大道下面，对，那部分大概有10个路口。那效果不好啊。跟议员报告，其实这个这个部分的驾驶机，人家弄会控制啊。跟议员报告哈，这个部分哈，就是因为你实施这个说优先号制医疗哈，其实它的那个红绿灯一路都很顺畅啦。所以说我们大概也跟议员都有去会同过齁，其实像这部分车咱这样过的时候，其实像沿路齁，大概很难得碰到一个两处的一个或是两个的红绿灯会停下来了。所以这部分车有确实有这种样的时间。为了这几秒钟一天开这么多钱啊。是啊，因为这部分这里齁，因为也是延续着咱那个 BRT 这里部分车的。对啦，我现在是说有需要不需要啦。几秒钟而已。我们你关键的这个号制上管制上的时候，我们干嘛关键的保存家对主干道的一个维续齁，是有相当的需要啦。无相当的需要啦，人家BRT的司机人家拢控制嘛。因知影讲即马遮在绿灯到对头前即搭遮齁，因拢知影这时间，因拢使作息的啦。所以因来去控制，所以这个优先号制的功能齁，为咱的节省的时间无些，但是一旦开这个钱，我感觉足无妥当呢。跟议员报告吼，这是国中补助吼，但是这嘛是大家钱呢。跟议员报告吼，就是变做这个合作，咱迄个 BRT 优先号制的部分，大概目前来讲都还算是中央的一个主导的政策啦吼。中央的钱嘛是咱的钱。对，不唔对嘿。因为就是变做讲，咱是实料算较早一个，因为咱 BRT 算上早去用的部分车。那这个部分车是几档落来吼，其实上伊拢有足好的触动率，伊嘛是先有相当的时间安尼啦。这部分车参与完感恩支持。这个部分吼，我们的咱的一块的部分车，那至少有2分钟到5分钟的一个节省的时间呐。换谁？咱你。欢喜，咱你这一瞬，欢喜，咱你这一瞬，因为已经感应到一路顺畅，所以讲，咱未去感受到讲，哦，这是有差几分钟的一款嘞。不过实际上是 BRT 的司机，伊嘛是办那表示啊。是啊，因为 B 司机伊那可以控制。因为实际上他可能他会有他的自己的。我讲的处是。你家己过来斟酌者，不一定讲中央钱就开免惊的啦。跟议员报告了哈，这部分这里哈，大概是我是伊的迄个合作。在那个主干道迄个做续进吼，有相当的帮忙，这个部分请议员给我们支持啦。啊，咱 BRT 司机都讲无，这个需要无大，你家己判断一下啦。若无需要，中央的钱嘛是钱啦，是当免就免啦。
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还是请议员给我们支持啦，还是给我们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我当然开钱了嘛，支持上加好啊。你说你百姓的钱，家己要去斟酌一下，然后这个需要、这个功能，当然咱开这条钱不要紧啊。但是你阿弟的司机，侬家己反映讲，这个无需要啊。跟议员，你莫替这个你阿弟这个优先号数的厂商哦，底下的恭维啦。跟议员报告，这个跟厂商可能也没有直接关系，或者是说跟那个司机、啊，司机可能他自己会有他自己主观的所谓的驾驶的习惯哈。那我是要来讲，要报告是报告。我来该斟酌一下啦。是是是，好，谢谢议员。啊、我们请廖天龙议员。我看啦，这个我花好贵啊，看来得个偏估的啦，没变做吼，嘛无一定要开销钱啦，我花好贵啦。那个处长哦，他这个刚才我们议员所讲的哦，你们回去再评估一下啦。好、哦，啊那如果讲真正是做需要做的，那你们就做；啊那讲无需要做吼，那嘛是爱省啦。好、哦，安尼好不好？谢谢议员，哦、谢谢议员。啊，过来吼、哦，我要甲恁讲一下吼、哦，以后这个补充资料吼、哦，我议员唔是神嘞，后尾透早来才敢放到桌仔顶，啊，我要喊嘛袂赴呢。所以如果以后希望啦吼、哦，不是只有你们交通处啦吼、哦，以后啦各科室有需要要补充资料，好个呢，希望恁早一点给我们，安尼好不？吼、哦，卖下早来的时阵才摕到恁的补充资料，安尼我要看嘛，有时啊较慢，吼、哦，好，谢谢哈、哦。还有没有意见？好，来，我们那个黄英之议员。我有问34个问题啊，对，来，就是咱市区公车的补贴，咱即马到底一单爱补贴市区公车偌侪钱？好，来，那个处长。跟那个议员报告哈，我们在这个市区公车的补贴部分家哈。就是咱今年度咱往五编列一个400万的咱本府的预算啦、啊。那这个部分是往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有公路总局那边的一个所谓的营运亏损的补贴。那因为我们今年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去年大概有去调整我们的所谓的那个相关的一个费率部分啦、啊，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它的行驶的一个所谓的补贴的成本的费率部分。那去年是有调高了，有调整了，因为咱看在了一体上无调，所以讲咱的公家嘛，变做讲，在所谓的承揽的意愿上也会比较低啦。那我们大概预计，我们大概一年需要大概在550万到600万左右这样子。那本预算是编500万嘛？我们本预算大概在400万左右。我记得里面是编500万啊，那个决算书里面。决算书里面是后来是有3-4400万的。3-4400万。是。啊，现在在补贴160这样。大概一年每年都在550万，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数字啦。如果说按照以往的路线规模这样子的话，好。哎，各位议员，那个意见无？那无，好来，无哦。好来，那我们再翻2-35页，还是那个交通处的观光发展科有没有意见？2000万有意见无？无。来，延边通过，再来社会处、社会行政科有没有意见？谢谢。好，来，谢谢我们黄英之言。我要讲的是咱的37页哈，社会工作科追减工作师2人，那36页行政科追加职员2人。那请问一下，这个社会工作科是不是业务紧缩？不然为什么要缩减？那行政科要增加2人？好，来，可以解释一下。那个、处长。好，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哦。那因为当时在101年成立社会工作科的时候，他另外总共有8位社工师，那一位科长，那他们的一个薪资啊，另外成立在那一科的一个科目是人事费用。那因为里头8个里头有2位是办理 ICF 的这个业务的社工师。那是依据行政院核定的一个规定，那当时没有把这2位，因为这个业务是在社会救助及生障福利科，所以我们现在是把那2位的一个社工师的一个薪资把它回归到社会救助科的这一部分，所以会这边会减那边会增，是这样把它移拨过来而已。好，并不是跟业务没有关系的。哦，好，没有意见哦，那延边通过。谢谢。再来我们看教育处有没有意见？哦，没有，延边通过。再来，我们看消防局10-3灾害抢救科，有意见无？无意见。
延编通过。再来看卫生局14-3，十四之三，保健科有意见无？无意见，延编通过。再来看14-5，企划科卫生的企划科有没有意见？没有，延编通过。再来看环保局，环保局15-3。环保局局长来吼，你嘛讲自我介绍一下，我难捌你哩。这新来哩。谢谢主席陈议员，在座各位议员，大家早安，大家好。顶礼拜伊才来有一挂议员也未经过，也未甲你去拜访过，有者嘛也未交换过名片，就歹势，因为第一礼拜来，所以算一挂业务也阁较无很熟悉，即几工较无闲。未来的时间呢，加含咱议员呢，请议员来加加对环保局呢做一寡指教。我嘛会找时间来听各位议员看对环保局有啥物款的意见甲建议。我个人本身进前是伫学校服务较济，伫产业界。一挂基金会研究单位嘛有做过，本身嘛是环保这方面呢，硕士、博士拢是读这方面的，以上介绍我们再下吧。好，要清楚了哈。谢谢。还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那我们延边通过，咱即马看17-3文化局文教推广。艺文推广科有没有意见？主席都没那种意见，我听你们的意见。来，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那。你们可以讲，你有没有各自？我就给各自来。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那我们延编通过哈，今天的追加减预算。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各位议员的参与，还有我们各级处的主管，谢谢你们，好，散会。